我们首先感谢迅德基线股份有限公司赞助2023年全国障碍超越锦标赛积分第三站，推广马术运动不遗余力，特颁此状以资感谢。我们邀请中华民国马术协会秘书长林明富代表中华民国马术协会颁发感谢状。选手林云嘉代表仙城马业，卢庭轩代表葛瑞斯马场，以及林婉柔代表三春森林马场。我们邀请中华民国马术协会赖信雄副理事长帮忙颁发60公分组的奖状。叶若提代表仙藤马业，陈瑜珍代表奥登堡马术指导中心，陈玉龙代表仙藤马业，许徐伟代表仙藤马业，陈子嫣代表三春森林马场，何新宇代表奥登堡马术指导中心，陈伯凯代表所罗门马术俱乐部，陈莲代表仙藤马业，周凯英代表德瑞斯马场。我们要邀请中华民国马术协会赖信雄副理事长为我们颁奖。
刘耿弟代表深藤马业，林哲彦代表芬春森林马场，安诺恩代表所罗门马术俱乐部，张志善代表深藤马业，陈汉吉代表芬春森林马场，林成明代表深藤马业，郭杰清代表三春森林马场，林云嘉代表深藤马业，孙仁同代表深藤马业，曲炳贤代表深藤马业，林成明代表深藤马业，吕彩荣代表天马马场。深藤马业，黄瑞兴代表葛瑞斯马场，徐炳贤代表深藤马业，卢廷轩代表葛瑞斯马场。我们要邀请中华民国马术协会赖信雄副理事长为我们颁奖。哎，好，好你们刚才那边都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好，好，好，十个。选手卢廷轩代表葛瑞斯马场，陈宏文代表三春森林马场，还有郭杰清代表三春森林马场。
我们这边邀请迅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黄平尧副总为我们颁奖。戴信雄代表仙藤马业，我们要邀请迅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黄平尧副总为我们颁奖。黑红，对啊。那很巧哎。不会啊，你在上面就一下就看到了。真的、哦。对啊。
优胜以及冠军。优胜的两位林千前代表奥登堡马术指导中心，陈瑞允代表三一马术庄园，以及冠军施介祥代表汉诺威马术俱乐部，郭嘉宁代表汉诺威马术俱乐部，林佩启代表汉王马术指导中心，朱永林代表仙腾马业，张嘉瑜代表汉诺威马术俱乐部，赖信雄代表仙腾马业，黄瑞兴代表汉诺威马术俱乐部，林子玲代表三一马术庄园，黄瑞兴代表葛瑞斯马场。速成关呢？两千。时间好飞起来了。我们一样邀请迅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黄平遥副总为我们颁奖。我终于被，觉得好像马上销毁的啦。哦。时间快点。我刚刚过了一二三六。时间你为什么？不经意的把他提早掉了，他是不经意的给他提早。哎，提早了，不关心。他很，他都过了。不用了，过一段时间，可能过个十分钟，他把就要离开之前再看一次就可以了。现在看有没有用？没有。选手，然后感谢颁奖人员。我们一百公分组的比赛会在下午1点准时开始，谢谢。